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国际巨星，我要郑重的介绍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。今天我们是一个温馨五月天的感恩晚会，对不对？这让我想到五月就是一个妈妈的日子。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今年都怎么样跟妈妈一起过母亲节。今天在现场呢，我们的师母她非常的辛苦。我们今天晚上哈，掌声都给了师尊，我觉得不公平。掌声谢谢师母好吗？谢谢师母，谢谢师母，谢谢师母的照顾跟守护，就像台湾的妈妈一样。台湾妈妈哈，我不知道各位真佛宗的弟子们你们想到谁，但我会想到冰冰姐，白冰冰。冰冰姐的精神就是我们台湾女性的精神。那你们会问，冰冰姐来了吗？没有来，没有关系。今天这位她的歌声超过了冰冰姐，她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是阿布韦《美丽与哀愁》。拜托，国际巨星一定要给我热烈的掌声。她是谁？杨秀慧。这首阿布的《美丽与哀愁》是我们冰冰姐所写的词，那么呢，是一首非常感人、赞扬母性光辉的一首歌。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，也可以不时的歌颂我们母爱的伟大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感谢你一切为着阮，辛苦无休困，天也未光，就已经在穿早顿。哎呦，阿母哪会拢无睏？想着离开故乡彼时阵，阿母提素衣予阮，教阮出外爱有分寸，就爱好嘴甲人少少问。伊目眶红，目屎巴来吞。伊讲烦恼甲全暝拢无睏，阿母烦恼甲拢无睏，阿母烦恼甲拢无睏。头路愈无闲，故乡的路愈远。今仔日阿母讲要看孙，我看伊头毛白白，目尾。阿母欢喜甲拢无睏，阿母欢喜甲拢无睏，阿母欢喜甲拢无睏，阿母欢喜甲拢无睏。谢谢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师尊呢，我们可以在他的庇护之下。那么每个人呢都能身体健康，都能万事如意，同时也让我们师尊呢可以身体健康，那么可以继续的弘法，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受惠。师尊谢谢你辛苦了，师尊谢谢师母。哇，师母也真的是辛苦了，也谢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嘉宾。记得那个时候有来我们这个暖寿活动上表演的艺人，他们的唱片都大卖。哎呦，安尼啦，都是我冰冰姐的错啦，我冰冰姐都没有带我来见师尊呐、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皈依真佛宗，要长期的追随师尊跟师母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啦，我皈依我们这个师尊呐、啊，绝对没问题，叫我搬去他家住也没问题啦。这样好不好？只要师尊呐、啊，你赶快找一个老公给我嫁哈。你叫我干嘛，我就干嘛啦。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这个人很豪爽啊。好，不要急、啊。这样啦，嘿，我相信他很快嫁出去了。嫁出去有多开心、啊？有，你看他好开心哈、啊。开心极了。人生没有什么缺憾，就是一直找不到男朋友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帮秀慧哈、跟大家拜托一下，可不可以哈？就大家告诉大家，好吗？哈，条件好的介绍一下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太慢了啦，我干脆现场。还没有结婚的男士朋友请举手。哎呦，
那边有一位呢，哦，你可能在台湾没有看电视哦，你敢举手，算胆子很大哦。你有没有发现大家都不敢举手？啊，真的，哎、欸，你真的还没有结婚呢？我喜欢那个比较没有毛的你，就是你，因为听说没有毛的钱比较多了。喂，我要把你拉回来。对对对哈，等一下哈、啊，你要等我，等一下不要走呢哈。等一下，难得有一个不怕死的来报名呢，就怕我怎么有可能放他走呢？我快把你拉回来。好，谢谢。